们的故事大纲是有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主角，那快乐世界的主角生活在充满爱与关怀的世界，不快乐世界的主角生活在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世界。突然有一天，两个世界都下雨了，快乐世界的人们都招呼对方躲雨，然后不快乐世界的主角就跌倒了。然后在不快乐世界主角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快乐世界主角就帮他撑伞，让他了解到世界还是有爱的。颠倒世界这个故事是我们从动画《乌云》来讨论，接着开始初步的角色草图、背景草图，后来就是用剪纸的方式制作我们的角色以及一些相关配件，最后进电绘修改，于是完成了我们的角色。创作美彩，我们选择了纸，因为想用剪纸加电绘的方式来创造一种属于我们的特别风格。后置部分，我们先使用了 PS AI 修改，再进到 AE 后置。配乐及音效部分，我们使用了 MixCraft 来剪接。制作的过程中，我们也有遇到一些难题，例如像是一开始的角色动作不协调，影片的速率会忽快忽慢等等，但都是有借由老师的帮助下一一的解决。在高中三年，我们学习到了许多相关的专业技术，从高一的素描、高二的色铅笔、高三的麦克笔，电脑部分从 Flash、PS、AI、AE 慢慢学起。而这也开启了我们对这科的兴趣，未来上了大学，若是有机会，我也会尝试用不同的风格来创作更多的作品。